陈伟英资料照法新社。体育中心综合报道，大联盟热身赛进入尾声，目前还留在春训营的台湾球员有红袜林子伟、马林鱼投手陈伟英。不过大联盟官网今天撰文指出，陈伟英可能赶不上开季，而且官网预测的开季名单中也没有台湾球员。陈伟英从春训至今还没有在热身赛中亮相，大联盟官网指出，陈伟英受到左手肘伤势影响，没有确切的复出时间表，他开季可能会待在伤兵名单。而效力红袜的林子伟今天在对光芒的比赛中后半段带跑，并上场守二垒，跑回一分一打数，吞下一次三振，打击率跌至零133，手背上他则处理三次滚地球，都稳稳抓下出局数。大联盟官网经撰文预测各队的开季名单，没有台湾选手被列入，天使投打二刀流大谷翔平名列球队第二号先发，水手44岁老将铃木一朗则是列在先发第九棒，守左外野洋基投手田中将大则是球队二号先发。小熊投手达比修友则是第三号先发，道奇投手前田健太也是球队第三号先发，南韩投手柳贤胜则被列在第五号先发，响尾蛇的平野佳寿、教师木田汉久都被列为开季球队牛棚名单。林子伟资料照法新社，大谷翔平资料照特派记者郭义杰社。